年轻的时候不张狂一下，什么时候张狂呢？年轻时候不自信一下，什么时候自信呢？这挺好的，我觉得这个没啥，就是一点，就是在你飘起来的时候，攒点人品。那什么是攒人品？其实特别简单，珍惜跟你掏心窝子话的人，就 OK 了。是不是继续做男女朋友不重要，要珍惜他。不是说你们一定要谈恋爱，因为有很多观念已经出现了分歧了。你得珍惜他，至少心里要感激他，其他的没啥。姑娘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学会放手，其实也是一个人特别好的一个品德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，我也感觉其实我自己可能最近来说，因为在工作上的职位的变动，稍微可能有点太相信自己了，有点太自信了，然后感觉自己已经忘记自己是一名发型师，是一名手艺人了。来，请关门，看看这一队的选择嘛，请开门。